送你一个卡上去，看起来是直接压上去，然后手感觉会被夹到。为什么？小白手看起来很宽。OK， 眼不见为净。是啊。高科技。是成功了，是啊，好了，这边家长还成功，太成功了，家长还成功了，感觉要整个卡进去之类的，还是要怎样？他看起来没什么用，那就把它丢了。对，加上你的手法，我觉得还可以再细啊。我觉得怎么歪一点？对啊，说是说是，我的手歪一点。这个你的手腕，谢谢你，太好笑了。那这个是歪的。还是正常一点嘛，太邪了。你可能需要水配音之类的。他们他怎么直接给定片这个歪掉是吧，我把它拆下来就分左右这个电瓶怎么歪掉了？是怎样？他可能本来的设计是歪的。不是啊。他只能留一个重叠，你自己可以期待，它会刚好变成圆圆的。这个头。寻找工具。你要找一个可以把它撑开的东西。Yeah。投影钢铁，你把它撑开，然后我就会被攻击，然后等下就撑过我。不行，要是太硬，太难撑了。这样，钢铁。然后等下这个钳子就断掉。对。就是前段的，只要撑开一点点，它可以又回去就好了。还是就不要顶屏。这感觉是个好方法。看，它超硬的。它太钢铁了。没救。走上去了。给他手上去就对了。180度。是哪一个方向180度啊？啊？是竖起来呀、啊。对啊，他是这样接啊。然后你哦，就立起来，就吃到这边而已啊。我以为你要，我以为你180度是可以伸到背后的。伸到背后。是这样啊，这样。对啊，是得转啊，还是这样？太难解释。诶，这样有。还切。
在这里。我说他的那个头枕痛。不能的。他是固定的。Yeah， 他是一起成型的。一起成型。因为你是选择了这个固定。妈妈选的。啊？妈妈？不是你选的、啊。最后是妈妈，妈妈就说她买的，然后就好就这样。他买了一个。就买了就这个。跟他一起。还是要解释原本的事，要往后躺躺看，要怎么躺？可以啊，往后躺躺看，会不会太惊喜了？往后躺呗，这个是怎样？这根如何使用？看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往下压。我是会撞到桌子。不会啊。会啊。但我没那么高。这是底吗？这是底吧？看起来是啊。我掉到书店外面。舒服。你要把脚伸出来。对啊，他这个脚，他这个脚是怎样？为什么是反过来？哦。太压抑了。很赞吗？很压抑。压抑时间。压抑整整，然后跳电瓶吗？啊，他妈妈回来。跳瓶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吧。快换一趟，太压抑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疼？还是他是坐垫是斜的，往下压，往下压就往后躺。这怎么那么难压、啊？那我这样子怎么了？这个完全不符合身体，要怎么往下压？你好奇人。可以呀、啊。他慢慢起来，太帅了吧！我的椅子会直接不，超明显。起飞是不是？我的会直接起飞，你看你会慢慢起来，那你的感觉还不错。4000块。那我呢？不知道多少钱。30万。8000块。可能差不多。等一下，这原价好像也快8000吧？我不知道它的特价是特开心的还是怎么。所以是哪边卡上去？假装 OK。这应该是那边。哦。这边有一块，非常小一块，大概那个装饰品差不多。哦、这个是那边的。啊？看那个洞。你确定？这个洞？不是吧？是那边这个是、这个。这个洞要卡这个。是这样吗？你的扶手要装在下面是吧？什么鬼？什么东西 ？Hello。喂、哦。什么鬼啊？干嘛？跟你说的是那边的吗 ？Hello。哦。Hello。吓昏蛋的。这样啊。啊？他这样手出去，他怎么动？哦，没有啊，他不能动啊。他是躺下来的时候。躺下的时候，他要脚跟会动。是哦。你先锁那个。你开锁。嗯。那这里怎么多一个点？备用啊。这里也有备用。哦。快锁。哇，这是我常用的锁。就锁啊。加油。手动锁。不是本来应该是。把上面椅背装完，再卡到椅子上。没差，我就是要随便乱来。随便啦，问题不大。完全没有问题。就这样。那必要工具啊，那你就是手臂。你手太肥了。手太肥了。直接在洞里面，我怎么手？扶手换你。是神奇的扶手，哇塞，竟然是一张椅子哎，太帅气了吧！
这边就有点歪歪。也不见了一斤。他这张鱼歪一点。超帅。可以可以。好了，完成。那个是锁紧还是没锁紧？当然是非常清楚。啊，它是有盖子的，就是这个吗？那表示这个很松，就超外面。对啊，这个也超松的。管他的，我去把它盖起来。盖。不用手了。可以先上去躺起来。我帮你把它盖起来。这个，那上面这个你可以看一下，是超出来。该飞机在说，就是有功能。好，你可以躺下。还有卡片。这超帅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舒服，看来只是很棒的床。干嘛要睡觉？还不错啊，你可以在你的电脑。可以在。这样，这样才能看得到电脑屏幕。所以你要把电脑屏幕挂到天天花板上。你会砸烂。可以把这个装上去的。那个是腰吗？那是啥神奇东西？他说的，他说可以卡在上面。